很长的一个过程，以后哪一天再跟大家交通，不要再开始。谢谢大家来，我很开心，谢谢。感谢李主任。好，李主任。大家好啊，第一次组这么多人吃的东西，然后昨天就一直很有压力，然后感谢主，我觉得就是。有煮的这个让我们加倍有活力，所以一早上去菜市场的时候就发现说一切都很顺利，然后今天感谢主，就在大概两三点的时候我就已经很顺利把很多东西都准备好了，所以真的是我觉得有主的旨意，然后他就是希望好好带他的神的儿女这样子。对，这是我们家第一次。第一次，我们没有，从来没有这样过。所以我们很幸福，我们希望有很多第二、第三、第四。